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延续升华一，延续升华一哦。基本上关卡难度就是，集满多颗腐蚀的一个关卡哈、哦，是集满哪些腐蚀，然后他会告诉你。那这关是哪？哎，非常好，他把我三颗木消掉了。等一下再拖我的台前就对了，这么简单的关卡就不要拖台前啦，不要拖台前啦，谢谢。好、哦，直接做六颗。做个一波带走的姿态，加上一个右边小小的叠珠，屌！再来是什么？做六粒以上的火符石哦，火符石。左边就看到有六粒以上了哈、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就是做一个六粒以上的火符石哈。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太简单的关卡。不以为意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，认真一点好吧，不要拖观众台前啊、哦！好，水壶石啊，六粒上水壶石啊，不要拖台前啊！明白？你看，你又在拖台前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还算蛮简单的关卡 ，KO。好，以上是延期升华一的关卡示范。好，光延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